左右右，黄山天台。我们的方向应该是那边吧，对不对，教练？往拱桥那边。好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来了来了。好，老林，那你来这么多次，你有从桥下这样子往上看吗？这个好像没有，这个都没有。而且我没登过嘞，从那个桥真的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是很早就没了吧？因为中午下午之后风很大，哦，下午就风很大。对对对对。我一直以为那个桥就是三仙台，这边是叫比奇岸，前面是八拱桥，八拱桥走过去就会到三仙台。啊！我们一直还没下桥，怎么在湿啊？志伟哥，教练，联合坡志伟哥，破你！不要泼我们！真的，你在八拱桥下的一个廊上，那个灯岛小小的礁岩上面，对，而且水超干净，真的，真的很干净。我看一下水面，眼睛打开，五味刺痛，我可以看到水面的鱼哦，真的，是眼睛坏掉了吧？我不会刺痛啊，我这样子，你看灯笼鱼都是这样子。八拱桥跟三仙台，三仙台这边你看，那边这边整个都是礁岩，然后这边因为海蚀地形，所以它中间变成一个凹下去的地形，凹下去下面还是礁岩啊，而且这边整个完全退潮的时候，其实人是可以直接走的，真的。我们要去海蚀洞了，海蚀洞上面长了好多，那个是什么？露珠科的植物。林头，那是林头。我们在爬，在爬耶！好酷啊！天哪！怎么会有水滴下来啊？啊！哎，好多哦，好多大螃蟹。你们在干嘛？看一下，看这里的海。跟澎湖的一样，好难哦。小丽，你看，那个就是雨伞岩呐。它的美景真的是太棒了。对，近中岩底哎，好舒服哦。我现在穿过那个夹缝求生了。对。我们在抓起往那儿。哦，好窄哦，很窄很窄。哇！哇！前面怎么样？确定要走的来了。乘风破浪，乘风破浪，哦，出来了！哇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这边秘境吧？啊？那边有泥吗？还没到，还没到。这边我只看到沙。对啊。要不来到那个菲律宾地区？首先坐飞机才能到菲律宾啊。为什么是菲律宾呢？因为这边是属于菲律宾板块，说明这是属于半个菲律宾人啊。哦。菲律宾板块。西部是大陆板块，这边是板块。
这里看到了，那一块哦，就是这一区高级，好像有哎，这山几乎都是，那山都是啊，看哦，这整片山其实都是，但是它有质地可以用，跟质地不能用的，然后每个人先拿个一块，我再教你，可以拆开哦，原来如此，好像石头一样，哦，哎，好细哦，这看起来非常细致哦。哎，直接剥就对啊，然后要把它捏捏吗？好酷哦！就把它捏碎，然后捏碎之后吸水。当人家还在专柜花那个八万买海泥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教练这边都免费的，含天然丰富的矿物质。我要下次带我妈来，看我会撸它酷。这是纯天然的嘞，而且你放你在那个百货公司买，随便不要浪费，赶快洗面乳。大家帮小林涂一下吧。对啊，你看他什么都没有，都白的。这真的是你耶，好厉害哦！这个牙齿来点，牙齿要美白一下啊！这个叶子变白啊，没有，它变黑的啦。我的鼻涕都流下来了，动了，哎，你也裂了，对啊，裂了也肥，哎，头发超硬的啦，你现在完全就是信义区的街头艺人，然后掏钱给你，我感觉全身很崩，这块就是什么回事？太帅了，这一段我觉得超棒哎，我们从三仙台那边滑一路过来这边，我就滑完以后整个精神超棒，有秘境的感觉，在石头隧道这样滑出来，哇，我看到，我这没有勇气，可是我们就算等一下要去做搏斗的事情，也要先填饱肚子啊。对啊，我们要去海上搏斗，所以要先经过勇士。明天我们要当真正的海上男儿，我跟你讲，是的，我充满一种期待，就是在天空刚破晓那一刹那，我们在跟大海搏斗，你不要弄到头上啦。我实在没办法看着你的脸讲话。对呀、啊。